友购物七月二十五日盛大开播了，你可以拨打4008-678-999，超级价格会员独享，晚间商品任您挑选，好生活我加油。围棋频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帆师范，欢迎走进白谱节目。打败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凑齐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我还是和麒麟为大家一起来摆谱。各位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位韩国的五段棋手和一位网名叫烂柯石的五段棋手的网上对局，一起走进摆谱。现在很多我们来摆都是中韩对抗嘛，对，网络上这样的情况更是很普遍。嗯，这还是很流行这个触小目，挂在这儿。这二星高加这个，然后中棋。这个情况不是很常见，对，记住，下一个，然后打入，对，是打入，是打入的，压住，这个时候的打入，黑是不是显得有点过分啊，或者是有点没有道理？这个打入，稍损一点。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暂时来说没有很大的棋，就算有棋的话，它不是致命的问题。耍还有很多宽度可以走啊。而且像这样的棋呢，作为黑棋来说，以后进行肯定是飞到这儿或者尖到这儿，或者保留这个打路直接单跳，这未来就很混，最后还有点的可能性。作为白棋来说，像稳当一点，一般都是尖到这儿，补这一手。这没打入嘛，然后一尖的话，然后你扳住，走住，打刺，这样走完之后呢，然后白棋，这样就是一个比较正招的想法，也比较实在一点啊。对，咱们这样的看上去好像，来势比较汹涌啊。但是呢，其实呢，没有很大的棋。对，那也就是。那飞一个，对。哎，这挡住，这个还定型还是过早了一点。搬。这还教过的一个次序是先拐，对，先拐。这个很好。退，然后再一搬。这个棋呢，就是黑棋来说啊，肯定有很多选手都觉得黑棋还是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弃掉这个子，先手得角。但是呢，这其实严格来说是黑棋亏损。首先第一啊，像这样的棋子，这样拆三之后啊，自由打入，对，这很严重。对，你这个吃不掉它，你要是真的这样来，它就一靠，你只能往这样，然后再一退，这样也吃不掉。在第二呢，像这样的棋呢。挂在这儿是先手，所以这个也叫逼住，因为上去以后你一走它就一断，这个是先手，对吧？所以说，基于这以上两点来说的话呢，这个棋啊，
这个状况一下啊，对，黑棋反正是不是很理想。对对对，他俩变化走近了，然后自己又暴露出很多问题了。然后就是要白棋，你觉得这个棋很正常对吧？嗯，没感觉。好像这个位置确实就给这个白棋也留下了一个打入的这么一个，对，这个点。对，而且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棋你觉得正常吗？就是如果你来下，你觉得是不是也很正常？我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不会这样走，哎，那么或者是进角，我可能会选择。像这样的棋，在我们来说，包括我跟棋迷朋友，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杀法。我说这个下法，这就是典型的。如果说我不看是谁下的，我是要看这一招棋，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位业余选手。嗯，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下棋啊，尽量要把毛就是自己的问题暴露出一个最多。嗯，如果没有问题啊，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不可能。比方说这个棋啊，飞过来之后呢，才能猜。那么说这只有一个打的，如果呢我现在我知道你必须是先手的话，我补到这儿了，这里也就是一个打的。现在走到这儿我不打你，你就有两个打的，对吧？还得再花，最少你得再花一手，对，解决掉一个问题还得留一个，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手法。而且这个白马上就打入了，真的是冲针锋相对的，对对对，哎，在压住，这里望，哇，这个不适合压这个，像这样的棋，单一个只能委屈单一个。有问题的那一方就留下来，最后完全解决算。觉得外面大的话就分头嘛，因为白棋这样一走，踩过来还有可能辅助嘛，然后你再双飞燕，这样想。这样是一盘棋，慢慢走。你只能这样下，就说这个棋肯定是黑棋不好问。你看这个棋效率不高嘛，但是你处处都要，对对对，哪有想？是压住，挖掉，打。该那个黑棋。哦，对，黑棋长位，长位子，点平路。这个下法是黑棋无疑啊，如果他穿往这贴的话，这也要有个真实有力，就会把黑棋下崩，就是有贴的这种打吃，非常有力，他这个打吃，这个真实有力，什么呢？这要吃你，这要争掉你，对对对。如果你单拐的话，这个也不行，黑棋直接单粘，还走出，然后呢？你这时候你可以打一个之后，然后再一断，这一断了，一断，还一跳，然后再一扳，这棋黑棋崩掉。因为这两三个字啊，是三个字，这两个字是一块棋，所以这有虚空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局面呢，这种下法是很危险的一种下法，很冒险。打吃不了，再帮，结束了，再打吃，等等，对，这个手棋是不是有点自己所谓的先手定型的意思？这个，这个，对，但是这个已经麻，为什么？和白棋啊，把这几个子拖回来之后，然后这拐出来，这个棋没安定，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业余选手就说，在下棋的时候啊，他作战的时候往往都是凭的是一股也有点意气用事，你懂吗？是，就是是。又有契合，就日本俗语叫契合那种感觉。在第二点呢，就觉得这个棋我先下了再说，对吧？对对对，而且感觉上就是说，大概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吧。对对
现在的感觉呢，说是黑棋很红一下，崩溃的感觉，来搬砖，靠了一下，他这个二四，其实呢，这是一个花招了。这个没有很实质的一个问题，就到这。现在呢，就摆起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把这个控制住，这个不得了。这一代呢，其实黑棋的目数呢，也就那么回事，就并没有减少多少。实际上呢，这个有那样质的决定的因素。对，但是在这一代打仗的时候呢，白棋啊。你看白棋从这爬过来了，实际上就相当于这样的棋，所以飞了一个角，把这个补起来。对。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后势是连接的嘛？呼应的。啊，这一代啊是有暗地。果然呢。白棋呢，这时候粘住。下棋真的很猛，这个下法，从黑棋来说已经很危险了。果然。这个分头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啊，像这样的时候啊，这就完全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构思嘛。对。说这块棋没有安定，然后呢，明显在下面呢，像跳棋一样搭桥嘛。对。就是说，你现在你怎么来把这一块？是。你这方面有问题。对。你比方说，我举个最简单的，飞的。你给他跳一个嘛，对，然后呢，我随便往这打飞机，这一代的空肯定比这个大。我跟你说，你现在围这边肯定没有破我这边大，你进来，然后我再慢慢主导全局。对。现在呢，这步棋是又错了，放弃自己的权利。是，果然挂住了。干了。这个的这个正常的争议很少是真正的真正当然也有利的战利的战的目数长真的战呢这以后有机会进行它总是一挤一走一虎就这样呢以后黑棋跳到这里挺难受加速这又是一个家这我们好像上一期啊我摆过这个对啊有点类似这个时候你看白棋的方向明显立对然后呢这块虽然是孤棋嘛但是没有合理的运用它这个孤棋啊就是说你来构思嘛而且现在这个孤棋反而还有的就是说的隐隐约约有点遥相呼应的味道了如果是就算是他跑那么可以往右上也可以往左边就说这个白棋来说整体来说还是形势还是不错白棋还是不错现在我觉得这个棋没有必要所以这个棋可以非常规的一手不要走这走这了他不敢打路打路就是两块钱就逼到这了这些都是先手就是一道无形的网对加住人无可能其实像这种棋呢用正常的下法应该是走这个比较好拖一个这样不拖泥带水直接走红线然后再辅助或者再拆是这个下法呢对家族还确实是挺麻的那你说然后黑方对这个刀法上还是有点花这个虽然正常但是呢确实是不是一家
嗯。关键是。哦，对。那是江水，你看啊，这个漆啊，长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说白漆好像挺这个，反过来被黑漆照啊，他感觉这个漆被融进去，对对对，所以这个对这个漆啊，稍微判断一下形式，你看一下，我们那反正也一起做过好好，就是一起摆过好多棋嘛。所以你按你的，以你现在的一个理解，你觉得这个棋怎么来运作？就黑棋固定有多少？嗯，黑棋这一盘应该是有十一盘，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目棋。是有七目嘛，38目，就是40目棋。那么说白棋呢，这一带就是只有10目到15目，只有十五，十六，十七，六十八，四十多一点，对吧？然后再加题目，然后这个就是固棋嘛。现在有几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往这儿想，对。这第二种想法就直接它并到这儿，收回。第三种想法打木。嗯。其实我说的这三种想法其实都可以想，所以说这个游戏啊，并不是只有这一种玩法。也没有必要像刚刚那样，就是啊，对对对，没有必要。哎，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其实以后啊，以后就只能单飞吧，我看很简单，是够了。是，实际上定式上面简单的也就是哈，对对对，嗯。所以这一代变化确实是黑棋下的一个问题。嗯。正常的来说，应该是这个棋排到这儿，就算。或者压在这儿嘛，就是这个棋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走这儿的话，我就小飞嘛，你要跳这儿的话，我有可能就双到这儿，现在我就压住，哎，你走上，我不住，现在还是保留一段，我觉得应该这样正常，结果呢，本来白棋还是有利的战略，结果被黑棋这样一照，就成了不利。那么说呢，他就没有观察到有的变化是走不到的。你这样加是肯定加不到，这样一加的话，这一冲转的话，就明显黑棋气少，对吧？确实，这实战也是走的有点山重水复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现在反而是黑棋的机会越来越大，因为黑棋啊，如果要说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啊，能把对方的目数破掉，对，这是我们可行，对。好像打十个，这三种，这基本是双方一本道的想法。三个点。这个样子，你看，虽然呢，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一个棋最后的一个结尾，但是呢，这个棋啊，
至少来说给白给黑棋啊，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至少他破了对方的目数。嗯，那就是说刚刚还是回到刚刚就是这个家的这个地方，就黑棋长出了以后，实际上也就是全局一开始黑棋就是说在下边这一带的战斗实际上并不成功哈，不大很成功，对对对啊，大亏嘛。那么在这儿就是白棋的这一手夹过来以后，黑棋长出来，是不是从这个开始实际上就是说的对黑棋有一点所谓的胜负手的意味在里面？但是这个胜负手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的，本来你是走不到嘛。啊！但是呢，走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感觉还是白棋稍微主动。毕竟来说，这块棋没活，这块棋没活，这块棋没活。我觉得他有一步棋啊，如果说我们还原到前面来说的话，他有一步棋是需要考究的，就是在这边的时候搬不到，然后这棋既然搬到了，就走这个肯定更好。因为当时拖的时候啊，你不能往这搬，搬的时候这不是有断吗？对对对。那如果你跳到这儿来，他搬的话，你可以反搬掉。他如果断的话，你直接打吃嘛，再打。对吧？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白棋上面就白棋只能往这挖，挖一个好手。这个挖呢，是我们去，我不能说这个棋挖一个，就是在这个局部全局是好手，只能说在局部解这个难题，解围，你跟你走这一冲，是打出去啊，所以你这么打上，然后单张。但是他如果补到这儿，然后就断，这是一个好手。这个呢就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认识大权的一个大邪的下法。大邪的大邪千变嘛。啊，对对对对，对吧？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这种跳，举是很容易举一反三的，所以他跳这儿嘛。这个很遗憾，这个还是给白棋最后有脱身的机会，看机会了。不去。白棋打成接住点。提点就不太过，那黑棋必须得跑回去。这个局面的这个对手的那个进回来的棋谱就不是那么全了，对吧？对。所以呢，这个棋也告一段落。嗯。告一段落呢，我们来看看余下，如果我们拿黑棋应该怎么走？这个棋啊，我还觉得有些问题。因为啊，你一看呢，炸，这个出也一看之后是死，这是黑棋，实际上是只能死，就挡住。那他只能立。你想想，这是无忧棋嘛？啊，只能单张。然后再一盘。这个我又可以告诉你一个很俏皮的一个手段，就是单加一个。你立我有一段子就打死嘛，是新手做活嘛，所以你争嘛，再搬回来。搬回来呢，你扑也没用，你一扑我一粘。当你这拐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眼，对吧？对对对。所以你扑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搬粘到这儿了。所以这个棋是有个夹的，夹走搬，如果他扑你粘嘛。对。在这一盘棋的话，就很难输。所以说呢，如果知道这是先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啊，那就白棋来说。要么就挡住，要么就拐住。拐住，他是就没先手，他就要跑，然后呢，你再跟着跑。他这块觉得这块就没活。那这个，就从这个这一盘棋上面来看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记谱子来的棋手也提出一下，就是请咱们刘老师评价一下双方的这个棋力。
这个题目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业余二段左右的水平，就业余二三段的水平可能是。另外呢，到现在的这个沙棋来说的话，计算的是有一点，但是呢，如果要达到业余的三到四段呢，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大局。业余五段呢，就正常的一些招法，它应该是比较明白。所以说呢，这盘棋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还是这个打入点，还是这个打入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还原一下看一下，这个打入点，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型，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的一个打入点。那么说呢，像这样的一个题型呢，我还可以跟你们摆一个另外一个类似于，这是一个图形对吧？对。我再给你摆一个另外一个有点类似的一个想法，就比方说啊，就这样的一个图形。这个很正常对吧？一般情况下呢，像这样的形状，这样的才是一个正常的变。因为告诉下手飞起可以飞到这儿了，你可以通过以后有可能压点的时候呢飞到这儿，但是呢很多业余选手的话爱好者他走的是哪里呢？他走的是这儿，我不知道你见的多不多。是对感觉上他觉得这样我要高低配合我要打，但实际上呢还挺潇洒，一手棋自由打入，对，然后自由碰，所以说呢以后白棋这一跳还先手，那么说这个棋跟这个棋是很类似的，所以说我们在行棋过程中间，就是一定要尽量的要保持自己的弱点呢，不要太多，太多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啊，防不胜防。所以像这样的棋，类似于这样，基本也就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打入的一个技巧。我们虽然摆谱嘛，就说也要把它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摆一摆。就像这样的棋打入的时候，如果你对方真知有利的话，你不能这样打劈。这种打劈啊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只能这样想，但这样想也还行，对吧？所以说呢，如果走成这个样子，我建议就是黑棋的时候只能这样子。实际上，梁老师说的就只能这样作战，就是说我不能顺控，但是呢，我也没法吃掉你，就只能这样作战。那黑棋这样跳了，白棋肯定也会跟着在下面跳啊。那就打仗嘛。所以，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在这个战斗来说的话，黑棋的子弟位置时长，就这里。但是那是以前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我现在不能走这里。就是这个作战来说是应该是白棋稍有利。对。但是你没办法，你是最强的想法。你这个实战，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两点不能走。今天呢，我们就为棋迷朋友呢，把这盘棋呢，就介绍到这里。因为呢，他们有两点，就是说很明显的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说补棋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弱点暴露太多的破绽啊，对。第二点呢，就是说打入的技巧，这个必须得要在这一方面要加强计算，因为刚才这个打入的话就一下下崩了，对吧？对。然后呢，希望电视机前的棋迷朋友，如果看到我们的节目觉得还比较感兴趣，或者呢需要把自己很多不明白的问题，也想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把棋谱寄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节目中间为大家来摆摆你的谱。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